110年度自用汽车以及机车燃料使用费从7月1号开始开征，但因为今年疫情影响，为了降低群聚风险，缴纳期限由原本的7月31号展延到8月31号，而缴费单皆于6月底前寄出，将会自动展延缴纳期限到8月31号。110年度自用汽车及机车燃料使用费7月1号开征，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，为了降低群聚风险，缴纳期限由原本的7月31号展延到8月31号。本来以前是7月1号到31号缴纳期间哈，那因为疫情严峻了哈，因为又考量民众哈不方便这样哈，所以我们延到了8月31号，会滞纳金哦，会嘿。他大概如果8月31号没有缴的话哦，他大概就会挑档说，你没有缴哦，会滞纳金会再加多少钱。花莲监理站表示，除了可持通知书到金融机构、邮局或者是超商临柜缴费之外，也可以透过网络线上支付缴款，方便又安全。我们也接到很多电话，我们原则上是那大概六月底以前就已经全部都寄出去了，但是很多人也来询问了，说他没有缴到会怎样？我们补单子给他也可以，或是我们请他那个 APP 啦，现在很多或是统一超商啊，那个都很快，或是公路监理网那个现在很多管道都可以使用，不一定要亲自过来。另外，公路总局7月16号推出全新改版的监理服务 APP， 提供更多元丰富的功能界面，让操作更直觉友善。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加利用监理服务 APP 查询缴费及申办监理业务，享受便利智慧化的服务。谢瑞慧欢迎报道。